车夫。他们都走了，又剩我自己了。不，还有小蕊。我不是人，我是美女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原本啊，今天晚上没想讲那个。丽姐跟我说，周丽说今天不唱歌了，来过来看一下得了。然后万万没想到，丽姐不但来了，还带了另外一个红姐，红姐跳舞跳的贼棒，而且那个丽姐也自己说话自己也不算数，说不唱歌，结果又唱了一晚上。然后我们也约定好了，说明天晚上继续。然后今天呢，对了。这好像拍的是开头，不是片尾，所以说，那个大家伙看看他们来今天唱歌跳舞吧。今天没有别的故事，只有唱歌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丽姐的歌唱得好，红姐的舞跳得好，他俩真的是绝配。我真的想把他们两个都收编了。奏乐，今天晚上又不用做饭了，水斌买了这么多的外卖回来。然后一会儿我去煮点饭，我煮点饭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，饮料哈。啊，这个是饮料。好，我去把饭先煮着。唯一。哦，真好，咱有可乐，有快乐水。然后先走一个，走一个啊。先走一个，谢谢。欢迎你来汉阴。欢迎你来汉阴看我。啊。我喝的是矿泉水。猫血旺，回锅肉，酸辣白菜，那还有个什么？香菇油菜。哎呦，好。香菇油菜。你借我的光啊，你要感激我。好的。我溜溜的黑眼中，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今天的转变。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，等我头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，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飘荡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看看谁来了，我们丽姐来了，然后还有我们汉阴县的舞王来了，红姐丽姐，你是跳什么舞的？丽姐，哦，红姐她什么舞都会跳，被你带歪了。哎呀，有跳舞的啦，等下可以教教我，有口福了。对，你教教小蕊怎么跳舞嘛，教教我。先歇会儿，是江西美女，来打个招呼。这是江西的。跳舞跳的老棒了，一个唱歌唱的老棒了，一个跳舞跳的老棒。你们俩可以组个组合呀。吃饭了呀？你吃没吃？吃那么多。你吃没吃？吃了，我今天吃的大餐。哎呦，真好，我没吃的也是大餐。请客，我要充电宝。我这充着呢，给你吧。来，你有电了吗？我40多个电。10%。给你拿去。来节目了，对，来节目了，谁也不要走开啊！今晚这个直播间。没事儿，来，小蕊也上。哎，你没事啊？给你个呗。可以放了，你放完就放到这儿。我的名字。熊仔。啊，熊仔哟。啊。熊仔，过来，把这个手机支在这里。你刚才不是看见？哦，脱衣服了。脱衣服了。哎呀，哎，来了。脱衣服了，今天大神姐姐跳舞。哎呀，跳得不好啊。你可以放音乐了，你的手机自己放。是不是不用话筒？这个用唱歌就不用唱歌了，是吧？对，用话筒真好。来，兄弟们，看跳舞了。解开我的迷惑，收起你的冷漠。小林也上，
的小短裙，我的红嘴唇，比你多的大长腿，西装的脑门，头发像大波浪啊，天要穿高跟，但是大姐的不怀一条腿，天天我头发一根，我浑身都没有劲儿啊，看着你那小眼神就勾走我的魂儿，现在就情在手，哎呀爱死个人，看着你那小眼神就醉了我心魂儿，这一生跟着你我到哪都得劲儿啊，看着你那小眼神就勾走我的魂儿，情在手情在手，哎呀爱死个人，看着你那小眼神就醉了我心魂儿，这一生跟着你我到哪都得劲儿啊，开辟了一晚上，丽姐要回家了，还有托尼老师也回家了。我本来想着今天晚上就不过来，来看一下你们，我就回去睡觉。是啊，跟我说呀，我来不唱歌。你搞了几个小时？音响一听就不行，我要唱。哎呦，找纸吧，你给我拿纸。我有。有吗？我有。他就是喜欢，他就是喜欢唱歌，啊、真喜欢唱歌。跟我一样。